来到八仙境，獅子亭，八仙廟入口，嚟到回歸徑，回歸徑上，嚟到第二個神運兜，九龍亞迴歸亭上獅子山，13號坐標石。風雨亭、分叉口上獅頂、見到又有啲標，繼續上獅頂，都係你講可以咁講啦嚇。
到电塔，入去咧就系有个山洞。喺呢边咧转咧就可以入到有个山洞。去沙田坳途中，呢度可以落沙田坳。六号坐标石过咗鸡空山嘅入口，一路去鸡空南坑南脊。呢度又可以上雞胸山，落沙田坳。望到沙田坳，行益士多。运动5公里，用时2小时。
兩個係咁見到佢哋，見到佢哋飛出嚟，跟住之後咧，我老婆講呢單嘢，即係我，咦，唔諗住我整個新疆我老闆咁樣啫，即係話，即係咪你啊咁樣，好勁啊！